8月4日，曹云金娇妻唐婉在微博晒出两张自拍照，并配文：云溪一儿特别逗。照片中的唐婉坐在沙发上，妆容精致，皮肤很光滑，看起来超级棒。脖子上戴着饰品。在第二张自拍中，从她举起的手可以看到手臂内侧疑似有一处纹身，非常的强劲。而且从她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出唐婉的状态不错。其实她生下女儿才过百日不久，产后身体恢复的不错。网友在评论里纷纷留言：胖婉你真的好美，手臂内侧有纹身，吵架拌嘴了呗？小姐姐还是美的，说的是你老公吗？在夸你自己吗？近日唐婉晒出带着女儿去老公工作地点探班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确认过眼神。照片中唐婉将女儿抱在怀里，但小公主的眼里似乎只有爸爸，父女二人深情对视，画面非常温馨。唐婉还为这张照片配文：确认过眼神。唐婉还曝光了女儿的正面近照，小家伙肤色偏白，而且肉嘟嘟的，非常可爱。小公主苏格尔虽然只有3个多月，却明显的可以看出更像爸爸，完全就是曹云金2.0。